谢和弦的全新专辑《像水一样》即将于12月14号发行。为了专辑概念，谢和弦也特别潜入水中拍摄，深不见底的潜水专用训练池，可是差点要了他的命。今天就是拍摄《像水一样》MV 跟专辑的内页，刚刚差点要我的命啊，超深的，这个真的是潜水在用的游泳池。很深很深，脚碰不到地。还有刚很专业的教练摄影师，他们带我转了好几次，慢慢习惯下面，就觉得其实在下面的水底世界还蛮好玩，蛮有成就感的。今天画面一定超棒的。我的衣服，我的衣服就是专辑里面最害羞的一套衣服，完全透。可是我觉得很酷，是因为它可以。让我的刺青若隐若现，嗯，对啊，然后在水中就很像羽毛在那边飘来飘去，跟我的头发相呼应。你看这边，像一摸，刺青就跑出来，一摸刺青就跑出来，非常。除了拍出超有意境的水中视觉，首播同名主打《像水一样》MV， 也拍出了谢和弦想传递李小龙的人生哲学。我在这个古董店打工，然后从电视里面生出贞子送了一个漫画，然后我从此以后就爱上了武术，从此以后就迷上了《像水一样》这个哲理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哲理是应该被永续流传的。哦，水可以流动，也可以穿心，对，反正。他的精神我完全写在歌词里面，大家听了一遍就懂了。为了今天早上的 MV 拍摄，我昨天有去跑步，跑了蛮久了，满身都是汗。今天早上的成果啊，太开心了，终于有瘦下来了。而不可不提的寇氏情歌备胎 MV 卡斯阵容更是坚强，找来金钟奖最佳男配角巫建和，以及台北电影节最佳新演员李易杰联手演出，一起和新生代演员李雪互飙演技 ，MV 作品媲美电影规格。那我在备胎里面饰演路人甲的角色，我看着他们在干嘛？对，我今天跟他们演，现在觉得自己。好幸福哦，可以跟这么会演戏的人一起演戏。那时候导演给我看名单，说他导演是力推，就是很想跟你们合作。那你因为我没有跟你们合作过啊，我很期待，然后希望你们放开去演。接着第三波主打歌《It's You》更请来新生代实力女生王燕威合唱。MV 中，谢和弦饰演从默默无名的音乐创作者，成为镁光灯下的成名歌手，穿插着真实的片场人生，也考验着谢和弦的演技。头有点痛，又写不出歌了，早餐店又关了。阿公露出一个很不耐烦的脸。不是跟你讲多少遍了，再凑一点，你再凑一点，再凶一点。我来了。好啊，都你来啊，你最棒啊，都行啊，都跟你谈啊。Yes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对对对，好，就这样。差不多该擦了吧。无论是勾动人心，或是传递人生理念，谢和弦总是用自己无所畏惧的观点，透过歌曲抓紧人心。这张筹备2年的作品，绝对值得粉丝朋友好好收藏。完全娱乐成瘾整理报道。